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各位善知识，《大佛顶首楞严经》第五卷二十五圆通的次序，现在是讲到第十一宣发圆通，这就是一根圆通啊。前面六尘讲过了，六根啊，耳根留在后边啊，剩下五个。那么前面四种也讲过了，现在这是一根圆通。一根圆通须菩提所证道的这个圆通的境界，从因至果就是宣发圆通，把这个法尘宣转过来，一根不必去分别这个法尘的生灭，而由此体证诸法空性，所以叫做宣发圆通啊。须菩提自从做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前面寻觉圆通啊，毗陵伽婆娑说完之后，须菩提就从座位起来啊，顶礼佛，然后禀白于佛，说明他的一根圆通的境界。我狂戒来心的无碍，狂戒，狂就是久远，久远戒来生生世世我的心能够无挂无碍啊。那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一向以修真空贯空为他的修法，所以知道空就不会有挂碍啊。自意修善如恒河沙，自己回忆过去多生多劫生生世世在三界六道里受生啊，受生的身体生生世世啊，多的像恒河的沙子那么多啊。假定说一粒沙算一生，那真是无量无边。而他在因为多生都是修空，所以出在母胎啊，即知空性空寂啊。他投生在母亲的母胎里面，十月怀胎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那么在母胎他就知道空，因为他一向修空，所以知道诸法当体即空寂然不动。他这个道理他生生世世都是这样子下功夫的，所以就是在母胎中受生也是知道空寂。如是乃至十方成空他的贯空不但是贯小部分的空，而是贯十方世界一切法都是成为空性啊，法法都是无自性，没有实体，无自性而没有实体的缘故，所以法法皆空，没有一法不空的。所以观十方世界啊，法法皆空，都成为空性。不但自己修空观，也使令教导一切众生啊，也来修空观，同样能够证到这个空性。所以说一令众生证得空性，我也要教导众生，此令跟他学的众生啊，同样都能证得空性啊。蒙如来法性觉真空，
承蒙佛开发这个说明这个空的道理，知道诸法的理性就是本有的觉性啊，这个觉性当体就是空啊，所以性觉当体就是真空，因此体悟到一切法无一法而不是空的，那么由此证到空性原明，空为诸法的体性，没有一法离开空性啊，所以这个空性圆满而周遍光明啊，他自己亲证空性，也观察世间诸世间一切万法都是当体即空，都是空性啊，由此啊证到空性圆明的境界，而破除我执，证到阿罗汉果，所以得阿罗汉先以小果为真，然后回小向大，所以顿入如来宝明空海，顿入就是从小果里面顿证到出世间最高的境界，就是佛国啊，顿时证入佛国的宝明空海，就是佛所证的空体呀，中道第一义空，彻底能够证到。宝是空性的当体，明显示空的妙用啊，所以这个宝就是空的离体，最为尊贵，称为宝，而它的妙用是光明的，无处不变，所以是明，而这就是空的当体的体用双明，而它的境界无穷无尽啊，真空不爱妙有，妙有不离真空，所以犹如大海啊，包含一切万法无穷无尽，所以叫做宝明空海。这个宝明空海是佛所证的境界啊，现在他也能够证到佛的这个宝明空海啊，所以能够同佛之见啊，印成无学，跟佛之佛见完全相同，因为佛的宝明空海他既然能证，那么所知的以佛所知没有两样，所见的如佛所见就是佛见，也没有两样，所以完全同佛之见。由此佛印证他已经成就究竟的无学，这个无学不是阿罗汉的无学，而是究竟佛国的无学，才是真正彻证无学。由此他得到解脱是由性空而来，就解脱性空我为无伤，所以由此得到究竟解脱，知道诸法当体即空，空性圆明的缘故，所以叫做性空。那么须菩提他证到这种的空性的境界啊，认为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叫做我为无上，我所证的空性为究竟无上，就是佛果的空性啊。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啊，诸相入非，非所非境，宣法归无，这是他修入空观的修法，从因至果，如我所证，我须菩提自称，像我须菩提所证的境界啊，诸相入非，相没有实在的相，都是虚妄不实，幻化诸相，这些幻化之相啊都入于空的当体，所以相即非相，像金刚经所说的相就是非相啊，只是视名为相而已，所以所有一切相通通入于非，非就是空，究竟体悟诸法皆空啊，入于空的这个境界就是入非，非所非境，
能空所空的非完全究竟啊了之啊，没有一法火的，所以叫做净。第一个非字啊，能非啊，能非所非，就是能空所空，能观空的智慧，所观空的理啊，理智不二啊，究竟圆满，所以叫做净啊。这种的空有无二的究竟境界啊，那么能够把它一切法尘、一切万法的境界都把它旋转过来，归于空的无，这个无就是空，究竟真空，通通转到空的境界里面来，没有一法火的，所以叫做空性圆明啊，才能遁入如来的宝明空海，就把一切法旋转过来，通通归于空，没有一法不空的啊。所以大般若经里面说，大品般若设有一法过于涅槃，我亦说为如幻如化。涅槃是佛证的究竟最高的境界啊，没有一法超过涅槃的。假如有一法超过涅槃，我也要说它是如幻如化啊。那么由此可知，佛证的涅槃也是如幻如化，所以通通归无，没有一法不入于无。那么证到这个究竟空性，我认为如果要证圆通，这个办法是最好的，思维第一啊。我们平常说佛法呀，总不出戒、定、慧三摩罗学。戒跟定，其他的宗教也有相似的地方，例如其他的宗教它也有它的戒啊，也有它的修定的功夫，只是这个般若空慧呀，无论哪一种宗教都不敢说，都没有，任何宗教都不敢说空的，说空只有佛法才能说空，才有这个空的意义的表现，所以入佛法叫做入空门呐、啊。假如你不打空性，这个不叫做学佛，学佛必定要懂得空啊，是空为究竟一，那就是般若慧，般若慧它是究竟空的，因此般若如大火去，四边皆不可净，净则被烧，到了般若来观察，没有一方不是空的，好像一堆火，不管你是什么东西靠近火都会被它烧掉。那么就是说，没任何一法到了般若里面来都是空，通通都要说它是空的，没有一法不空的。所以般若大般若六百卷说到最后还是空，离开空没有法可说了啊。所以八十一法通通回归于空啊，这是最第一，所以只有佛法才讲空，任何学说、任何宗教，他都不敢说这个空的这个道理，只有佛门才说到空。因此学佛呀，必定要懂得空，假如不了解空义，那不叫做学佛啊，就是讲有，有到最后也是空啊。唯识家讲万有分析最详细，可是他的最后三性三无性，三性的原尘实性是空，何况他又进一步说的三无性，这三性当体即无，无就是空啊。所以佛法讲到最后没有一法不空，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佛法。如果不知道空，
没有了解空义，那对于佛法还是在门外啊。那么修法必定要一门深入，看看须菩提就可以知道他生生世世贯空，时时刻刻贯空，没有一时离开空啊。空就是他的修法，时时都在贯空，因此他在母胎也贯空，生生死死都在贯空，没有离开空义。所以由此他从一根里面可以体会出诸法空的道理。为什么说一根是须菩提所见的空性，从一根入呢？我们应当要看看其他五根，前五根呢、有形象可以表现。眼根它有福根成的眼珠子，那么它能看的作用就是生一根。耳根也是一样的，有个耳的样子啊，心卷叶啊，还有鼻根，鼻的样子，舌根的样子，身根都有形有相可以表达。只有一根呢、无形无相。各位，我们必定有一根，如果没有一根，意识从哪里来呀？一根就是意识之根，我们能分辨的这个第六意识，它的根就在一根啊，就是第七识摩那一根。那么这个一根有形象啊，不像前五根它无形无相，因为一根无形无相啊，所以从此体悟空性呢、最容易得到。所以须菩提从这个地方从一根而贯空啊，不是在其他前五根啊。前面的摩诃迦是从法尘而证入，法尘也没有实体呀，但是他有前五根对五尘落泄的影子，有那个假名可断。一根连这个影子也没有啊，所以从一根贯空最彻底的。因此之故啊，须菩提就从一根而证入空性。那么因此十八界六尘六根除掉耳根，那么前面十一种讲过了，接下去呀、就是六识，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六识圆通。六识圆通的第一位眼识的圆通就是舍利佛。舍利佛从心见六识，用心去见，不是用眼睛看，用心见啊，由心见而证圆通的就是意识圆通。看看经文，舍利佛自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恐近来心见清净，如是受生，如恒河沙，世出世间种种变化，一见则通，或无障碍。我于中路逢迦舍波，兄弟相阻，宣说因缘，悟性无机，从佛出家，见觉明缘，得大无畏，称阿罗汉，为佛长子，从佛口生，从法化生，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心见发光，光即知见，思为第一。这是舍利佛从眼识而证入空性。舍利佛这是印度话一位尊者的名字，翻成中国话就是秋露秋子，秋露子是他母亲的名字啊。
印度人的习惯在古代喜欢把父母的名字做儿子的名字，佛就是子，就是心经的舍利子。舍利佛就是说是丘卢的儿子，所以叫做舍利佛。他的历史在开头的序论里面说过了。这个时候因为他是智慧第一有心见发光，舍利佛听到须菩提的话说完之后，随时从他的座位上起来，顶礼于释迦牟尼佛的足下，而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我狂接来心见清净。狂接跟前面须菩提的一样，就是久远接舍利佛说：我从久远接来呀，我心地的能见功用究竟清净，不会有任何的垢染，就是烦恼已经了如是受生如恒河沙。虽然是心见清净啊，他为了修学佛法度化众生，自利利他，生生世世还是在哪里受生，受生的因缘经过多如恒河沙数算不出那么多。因此世间跟出世间的种种变化，他一一都能够了解。世间的变化，世间是六凡法界，三善道的天人阿修罗，三恶道的地狱恶鬼畜生就是善恶生成的变化。六道众生造善业升到天上，生在人间或者到阿修罗造恶业在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里面轮转不息。生就是善法往上升华，升天度人，这是生。造了恶业下坠堕落在地狱恶鬼畜生，那就是尘在世间上有生成的变化，有造善恶业，有生有成的变化初世间法初世间法就是三圣圣道声闻缘觉菩萨到究竟佛国。这个初世间法的变化就是自利利他，施设各种法门，随众生的根基而加以度化，这也是种种变化。初世间的种种变化那才多了八万四千法门要应机说法，这都是初世间法的变化所以无论是世间法的变化，初世间法的变化一见则通他这个心见的功力，一见看到这些万法从心体会了了分明，世出世间十法界一切诸法没有一法不通的，或无障碍，或就是得到究竟无障无碍的境界所以呀他能够得到心见清净的这个情况，这是他久远间来所证的实地情况这是谈过去式。现在说这一生住舍利佛的身体见到释迦牟尼佛，怎么样子的因缘去亲近释迦牟尼佛呀？下面就说出他亲近佛的因缘。我以中路逢迦摄波兄弟相足，宣说因缘，悟性无地，从佛出家。这几句说明他这一生的出家因缘。
护持生命电视台，邮政划拨，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划拨账号19965232，19965232，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7-388，012-001-197-388，传播佛法，救护生命。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梵呗教学，湛信法师教授，日期5月8日星期日，时间下午2点到5点，请提早报名。报名电话06-271-6616，06-271-6616，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义，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书法班招生，方朝中老师教授，日期7月13日星期三开始，每周三下午3点到5点，招收对象国小国中生，请提早报名。报名电话06-271-6616，06-271-6616，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义，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